他发现有了，就去做调查了，全面性的做调查了。房海股应该不会像现在的状况，很凄惨，很凄惨。好，那接下来他们那个周连香他自己做调查，他做了2008年从台中到嘉义，就从台中到嘉义进行做调查。他说2008年就做了3年，你做这个地方，他说大概103间，那这样子，那我在想，那上去嘞？不知道，上去可能会有啊，那下来也可能会有啊。我记得，在几年前，这两三年，我记得这边还做了一只海豚搁浅，大概有，那这边也有可能有啊。那这个，好，就这样。有时候时间哈赶不上变化，然后那个变化很大。好，那这是我们民间团体做的那个分布图，因为周连香一直做不出来，保团体就很积极的去做。那时候我爸就把它做出来，说它的分布图，然后它是离岸3公里之内的，而且水深在20公尺之内，很近的一个浅水滩的一个海豚，而且它分布的非常浅，非常浅，浅到不可思议。好，这是周连乡自己的调查，就是农委会补助的计划。你看离岸边，大概是3公里之内是最多的，然后你看离岸最近0.04公里。40公尺的海岸线，对不对？很近很近哦。然后水深更浅，2-3公尺的，一整栋大概几公尺？这么浅呢？这么浅呢？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浅的一个浅岸的一个海豚分布。那我们很重要的渔业资源都是在河口地区，渔业的。底栖性的很多螃蟹啊类啊都在岸边，很重要的，所以它跟岸边的活动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你想它这么近岸的一个，而且很大的分布都在这个区块，很大很浅的一个区域。那这次他们去拍到说，宝海豚很喜欢吃底栖的生物，底栖的鱼类，所以就得到泥巴，而且彰化都是烂泥巴的海岸线，那么高危。但是我们都忽略都潮间带，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密集地，潮间带。我们彰化县政府最近，好，别再讲好了，很夸张的事。啊，那他喜欢吃鱼啊，嘿。那这里面有提到说，他很喜欢吃，尤其是拖网啊，或者鱼类渔船经过的时候会跟着鱼这样游过来。啊，我觉得最重要是流刺网应该影响非常非常大，拖网也会，啊，流刺网，因为拖网其实它不会造成他身体的很大的伤害，但是。流刺网就会造成它很大的伤害。好，就是很离岸很近。那我记得我在彰滨文化区的芦龟窟，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在2006那时候，2006年那时候就才知道有八海豚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我出海去看海豚，不是要看海豚，就看风机，因为我们知道说政府打算要做海上风机。那我们想说先去了解一下那个鸟况，只是要看鸟况的迁徙啦。然后回程的时候，在芦苇湾，就是海口要进来的地方，看到它离消波块还更近哦。大概是我的距离到那个厕所嘛，就是那个位置，就是我看到它距离那个消波块的位置这么近。那时候真的有这一群，我第一次看，2006我第一次看到它，然后那时候是看到不知道两只还是三只。很近。好，那这是国光石化，因为国光石化才把八海豚的这个族群炒到最高点。如果没国光石化，八海豚的这个族群也是很难曝光嘛。那对，那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点，除了刚刚有提到它不容易繁殖嘛，它的生又少，它其实最大就是这几个，栖地消失就是填海造陆，国光石化。就整个栖地就不见，那如果本来是吃鱼的地方，那个栖地的狗皮两头一样了，啊，这是最明显的。那再一个其实就是渔具的误捕，那网子脱了就一直就不见，马上就不见了。可是如果你这样污染的话，慢慢的，可是如果你直接误捕的话，直接就狗皮。那再来就是水下噪音，水下噪音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风机的部分，打桩嘣嘣嘣，那个传出的密度很大，且很远。那其他的就是水库的营养源啊，水源的淡水源的输入的部分。好，这个怪手有人说，就海岸的风机，还有一些填海造陆，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造陆的影响，还有气体的减少。
响真的很大。所以因为想说还要再找事，我就没特别那垃圾。这是那时候那个台湾永续联盟做了一本故事，就讲白海豚的叫活着的故事。哎，加罗一本哈，是魏加罗哈，有本叫活着的故事，就在讲这个白海豚的部分。好，他把它画，就是另外一个渔具。然后其实就是渔船最怕的就是也会打到那些海豚。其实在香港、台湾都有看到很多的海豚身体受伤的比例蛮高的，大概10%到20%以上，很大的危险，受伤的比例。那鱼就捞起来，就整个整只不见了。那通常明明抓到，他也不会想要把它放掉，因为听说一斤猪，那是海豚的肉，一斤是220块钱。对啊，刚刚还记得它几公斤吗？对啊，一直抓到就他们就不会把它放掉，而且他们觉得抓上来很难不会死的 啊，所以他们就里面把它买，就把它杀了这样子。就是我们听渔民直接跟我们讲的，我说抓到就一定会，除非是真的那个还 OK 的，但是他那个机会微乎其微的。渔民自己讲，捞上来拖网，但是他是刘世文在讲拖网，他说你拖网捞上来的话，因为那是大量的挤压。拖上来，大家挤压，那个白海豚要活下的机会很难很难。他说，通常一定会把它给杀了，对啊。啊，所以这个影响很大。然后像我也是因为最近，因为离岸风机的议题，所以常跟沿海的渔民去谈。有一个拖网的年轻人嘛，在彰化的乌那港县市，做拖网的年轻人，你们猜猜看，年薪多少？拖网一船。多少？700万？70万？对，拖网的渔船年薪，他有6艘船，他本来1艘船是他爸爸给他的，他年纪大我1-2岁而已。再看看你们对于那个渔业资源，对不对？讲错没关系哦，青菜地瓜年薪啊，哇，报给是营业额，就捞起来的鱼货卖出去的哦，营业6艘。他自己有没有单一烧？你们想想看，一烧拖网，150，150，还有没有？你们以前政府跟你们讲渔民的收入大概多少，或是农民的收入？先想想，公就不要给你推广贩卖了。那1500吧。还有没有不一样数字？来烧，没有数字，没有想法。没有数字。没有想法，好，他跟我讲最少1500万。他有6艘船，拖网在彰化。那个我跟你讲，我只知道彰化的，所以那个去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哈。他是在彰化的，他就跟我讲，我听得有点生气。他讲不远，他跟我说，骗笑，骗他老公鱼啊，你鱼啊不肯聊完呐、啊？你看我抓这鱼啊，人哪肯聊完？他就跟我这样讲然后我们又听另外一个，因为这个听完，这个是今年的事哦。然后我们就问了另外一个刘氏吧，要去证实这个对不对？他说这个是最基本咖的那个。因为有渔民跟我说，我一天如果出去就竹筏放刘氏网的，一天没有上万，我才不会想要出去。一天我没有出去没有上万，是没有诱因的。他们是连出去都不会想出去，因为一次刘氏网的那个光油钱就2000-2-3千。他一定要上万，他才会合啊！不上万，他好可怜啊！他就说，因为我上万，我才不要出门，收入很高。可是这部分，我们要讲，就是以离岸风机来看，我那天还听那个台电跟我们讲，我看看这吧，你有没讲？那个彰化区议会才跟我们讲说，全彰化县的营业额才8000多万一年，他好可怜啊！因为那个年轻人就6艘了、他就6000万跟我讲。最少1000万，我还那时候好录音起来哦。对，因为他不让我们录音，因为刚好是电台要去访问，那我就跟着去。因为他不知道我是环保联盟的，就跟着去啊。然后他说你这个不能讲出来，我跟你偷偷讲。他就很反弹，他因为他会讲出这个数字，是因为他以为离岸风机只会设，福海的2只，台电的30几只，他以为就很少。那我跟他说没有，上千只，我给你图看图。他就气死了，他想说，我还打算要买一艘船因为他想，合啊，他说打算买一艘船是500多。
船来用，因为另外一方是他觉得会有群聚效应，他觉得应该会有聚焦，就是、聚焦的效应，他期待会抓得多鱼，而且他觉得那个风机不会射在山，就是他是其实是远离山海里的，那应该是对他来讲渔业不会有什么大损失，他觉得是应该会收益更多，所以他打算买那艘船，继续买一艘船来做投资，他才爆料他说他哪里会跟你一样啊，因为到时候一千只的风机踩下去是完全不会有鱼啊，他自己知道，他说有一个那个台电跟福海的气象射下去，他做拖网跟流丝网都没办法进行，在那个区块很大的范围，就是射的地方，因为海流一直流嘛，他立马上特里亚买照啊，他说会影响，他说只光两只就很大的影响，他说千只的话就要收起来了，啊，所以他才那时候讲说，如果真的要补助，要赔偿的话，一艘船要几千万啊，他就是才会把他的秘密讲出来，不然我是不知道秘密的，因为他觉得他损害很多，大概是这样。好，这是受伤的，其实有照片啊。好，那这是讲到那个海上的部分，在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白海豚跟人类息息相关啊，你看这个内陆部分，整个沿海地区，在彰化地区啦，癌症发生率很高，这还不是最新的哦，最新的也是一样，你就可以想象，其实罹癌率越来越高，那这个数字其实每一年都会变，这个多少人跟多少人比例会越来越变，其实变化是越来越大，好，这个我们看得到，其实那个红色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著啦，癌症发生率很高，好，这是被。是台湾的海豚就被打到的，然后这个很瘦，你看海豚都很瘦，因为摆渡到这一块就看得出来很瘦的跟这样海豚的，因为它怎么自己跳？好，现在七月，好，开玩笑。那这是那个中华白豚研究，是100年的资料。那时候的调查就看到说很惨哦，白海豚的个体，台湾白海豚个体有将近一半的个体得皮肤病。你们自己想看，在一半人拢得皮肤病。表示在空环境起来里面，你们可以想象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这个海域的环境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所以它会进入到已经有皮肤病。皮肤病能得皮肤病是真的很高比例，不是只有水域的问题，吃进去的、呼吸的都很大的问题。所以看到皮肤病，我最近在想，有一次那个大爱电视台去跟我们去采访那个。电镀废水，然后就走到那扬子错溪，扬子错溪是一个上游是电镀的一个大本，然后就一个阿伯拿上来那个锦鳗去，你就看到整个皮肤病很严重哦。那其实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我自己在看沿海有一些海生物，其实都有很多很明显的霉斑、菌斑，蛮严重的，而且是越来越容易看到。可是那个阿伯他，我就跟他说阿伯，这是卖假的了。没有，我点了报这种物件，就是他看到的皮肤病的比例已经很高，他很常见的，所以他以为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是不正常的。就是在海域，我们也看到好像除了白海豚的皮肤病之外，啊，你老公白海豚的皮肤病长怎样，我不会看，我不懂。好，那就他会呼吸啦，他要出来呼吸嘛，哺乳类，所以海域的空气啊不好也是会影响。那中部就是大量使用蓝莓。蓝莓大家知道有糖果啊、重金属啊，很多的污染物会在那里。好，那这是在美国，他们去发现说蓝莓发电厂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这是2004年出来的。那其实他们就看到哇，死亡的更多，他们是死亡，尤其是那个黑人族群，他们火力发电厂是盖在那个比较贫瘠、比较落后的一个区块，他们盖在那里，他发现说其实受到影响的很多，尤其是像气喘的影响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每年有上百万人受蓝莓电厂的影响。那这几年因为空污的议题，然后再生能源的关系，所以美国也很在往那个煤的部分也在逐年的下降。那我们看英国也打算要往煤发展。那我们台湾，我们彰化中部地区都要想说，像大家有听过禁煤条例吗？像哪天天买新啊？我们彰化也是啊，我们彰化县政府，这。7月底才刚通过所谓的禁煤条例，但是业者反弹很大，台化公司就可以送煤啊，可以控煤啊。那这个煤除了这个空气污染，而且它就跟核废料一样，它是有废弃物的问题。那像
台中火力电厂，它自己有烧很多煤灰嘛。那、啊、后来这煤灰，现在的煤灰都现在还在埋葬兵工区。那人家你有看到，就是埋葬的话，葬兵工区，因为你可以参观吧，还参加什么培训的。那个埋煤灰是因为东北，尤其是东北季风区盛行的时候，拿来做台风，他们是没有掩埋的，是直接覆盖，那个是很细的粉尘，那所以就容易更严重。然后更夸张的是，它掩埋的时候下面呢、啊、都没有让任何的阻隔层，因为它下埋的地方是海水会辐射的地方，还有蛤蟆爷爷啊，我跟你讲，那蛤蟆大了，文蛤。然后我记得我还有拍到那个外劳，他说一斤卖100多，很大颗，大概六几颗就一斤的，很大颗有在抓那蛤蟆，那海水会辐射的地方，它完全没有任何阻隔层，就直接埋下去。然后看国外的那个煤灰是很多个中金属会渗透出来的，有点夸张。我们现在法规，好，台湾是个落后国家，要记得。对，自己看了之后觉得台湾好落后哦。好，那这个是空污的品质管制其实一直上来。如果要看另外一个叫 PM2.5， 这是 PM2.5 全台湾就只有那个花莲跟台东是安全，其他包含宜兰都是三级空污区。PM2.5细血氟为例啦，就是去年环去年今年环保署公告的。啊，这个有些资料我真的还没有时间去看，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癌症发生率是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好，啊，这个图我也想分享一下，那个刚好前几天我们去跟环保署碰面，然后那个钟秉杰教授，就是那时候国光石化，钟秉杰教授提出，如果国光石化盖下去之后，全台湾的人的寿命会减少23天，就是中兴大学钟秉杰教授。然后他前几天刚好去讲有关六轻的事情，因为六轻都在讲，你像这个大城，大家听过南丰仔吗？什么海椒啊、海鸟阿妈的故事，有听过吗？海鸟阿妈，好，那叫大城嘛。那我现在很好，就拍你啊，他老刚给你大声。我真的很明显哦，我鼻子本身是过敏的。我在鹿港，我每天都要喷，我不用大概2天就喷一次过敏药。我去大城天天喷，有时候一天喷2次，很惨哦。我在想说是因为这样我才子宫肌瘤出来，就是我这个岔开话题，就是那时候我就跟庄敏杰更新的资料，他一天就跟我们秀出来说，六七就会讲啊，你们这个大城问题还越那么高，就是生活水准差，老灰啊，例如人乱啦，安怎不干净啊，才容易得癌症，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对外界说啊，是大城乡的人生活水平不好，自己生活水平不好，才会罹癌率那么高，13个人有一个罹癌，很高哎。好，那钟秉杰老师那天，因为我没有跟他最新的资料放进来，他那时候就把那个大城在六星还没来，就30年前的罹癌率，全台湾的罹癌率，他说哦，大城跟麦寮是全台湾最要紧的地方。然后接着六七来了之后，那个罹癌率发生率很明显的上来，就很明显了。这个我因为他上礼拜的，前几天不是上礼拜，没有时间弄，我就觉得很有说服力。他就把那个几年前癌症发生率放进来，六七前和六七后，差好多。好，这个好，有点跳太快了。好，这是讲河岸的事情啊，河岸在。我们台湾是没有核岸的重金属管制标准，澳洲跟美国、加拿大这都有做，就是美国、加拿大、澳洲都有核岸重金属的管制标准，可是这对桶，然后像日本还对汞啊、然后铅啊、和镉核岸都有，台湾都没有。台湾到现在对核岸里面重金属，不是只有核岸，就海鲜膜也没有做管制标准。那我们来看澳洲是有30 ppm， 然后美国、加拿大100 ppm 嘛。有做管制标准，那这是在新竹象山，超过100 ppm， 其实更高，它只超过600 ppm， 这是报道的，因为有留一张图，你看看到600 ppm， 这边5-600，新竹象山看得到5-600，5-600 ppm 就是美国的6倍，加拿大的几倍，20倍，那澳洲的20倍，30 ppm。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重金属含量超标非常严重。然后他们就禁止新竹香山割岔鹅啊，其实这个不是叫他禁止钓鱼啊，简单讲就是禁止在岔鹅啊，你也不要去买了啦。因为这朝鲜都在禁止钓鱼，有什么好禁止的？很浅啊。然后所以，因为
人现在还会去新竹吃海鲜吗？你们北部有人常去吗？不要去新竹吃海鲜，记得真的很毒，因为它高科技的污染很严重。然后，现在其实科学园区，因为国科委的关系，其实很多真正的因素都不敢讲出来。其实造成不是国科会造成污染，是确实，这是因为很多个期刊是证实它的。而且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国科一直讲说不是跟我们关系，你就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为了要让它顺利的再继续投产，会往这样子方向。好。所以我刚跳啊，忘了放脏话了，可能跳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跳这个，可能昨天没删到。好，开始 Q 罗后吹海，这个剪刀跳下去。OK， 重点是这句话啦，这边讲说我们的能量活动很大，所以它寿命平常其实就比正常的族群还要低。以台湾的哦，就是以这个白海族的族群来看，台湾是更加不好生存，台湾的族群是这样。好，那刚刚有提到，那个200只哈，这几年前，熊熊不要忘记了，没关系，就讲到这个好。2011年那个农委会委托周林乡做调查，他们数量是大概75只，那这是国光石化的因素，然后周林乡就开始去把这个数字监管比较起来，因为去测案了，所以一定要做出更完整的，要不要画设白中化把你们重要栖息地都画设出来。然后那时候已经推估出来是濒危绝种，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周老师那边并没有很积极在，没有看到哦，他经常是这样。然后因为很多的开发，尤其是海岸的开发，都会去找周老师去做调查研究。现在所有的海上风力的开发，还是会找他的族群。那刚刚提到2008年已经确定它就是一个极度等级嘛 ，CR 等级的濒危绝种的等级啊，极危等级，就是比这个数量还要少，比北极熊还要少。台湾的白海豚猫，大家觉得北极熊很少，黑熊熊猫也很少，我们比他们还要少。就台湾的族群是比他们还要少，是非常非常危险哦，濒危绝种的一个等级的。好，那因为2008年，大家讲2008年。确定它是一个濒危绝种嘛？那2009年的时候，国光石化正式提案说要开发，然后那时候就想说，白海豚这么靠近岸边，那然后国光石化你要开发的话，我们想办法，就是传有人讲说钉子户的概念，我们用白海豚的回游廊道，我说我们全民来认股买这个白海豚的回游廊道，为什么？如果依海岸法是海岸是不能有私有的哦，海岸法。明确的讲，海岸是不能私有，所以67年很怪，奇怪，那六七到底是怎么样？我上礼拜问内政部，我说你们有没有那个六七的，当时还招文资料，因为不是海岸法不能私有嘛，那所以六七到底是填海造陆是私有地还是国有地？那如果是不能私有，照理说它到某一个期限应该回给政府嘛，必要。使用权要回给政府，应该没错吧？那营建署不知道，不晓得。他说当初的资料，营建署是到现在他们是没有。他说有那个资料，只有经济部才有，而且很恐怖哎。到底得是台湾的野还是下面来的？海岸法有讲哦，海岸是不能私有，全部都是国有地。好，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想说，这个国有地为什么只有国光石化可以买？我们大众可以买吗？国光石化买断了，为什么不能买？无法理解啊！哎呀，故宫九百当买地，啊，六千块当买地，啊，你讲海岸不能私有，啊，是怎样？就不清楚。对，那我们就不管，就用这个方式，我们也来想说，用这样方式，那他可以买，我们也来买。然后我们就用那时候他们提的一品数，一品带一股带一品的土地，我们去换算，这个价钱比。国光石化跟政府买的价钱还要低，对吧？还要高。我们想说，民众愿意花这么高的钱跟你买同样一坪数的土地，来给政府压力。我忘记那时候我算出来一坪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们就压得比他还高，那就119就代表很紧急的事情这样。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参加理事长推信托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像人家是不是信托啊？会不会以为我们是诈骗？我会担心啊，就是说你要认股啊，认股只是。
可以立院书没有钱啊，可是我们现在还会有人说，你不是讲可以积极的那物件，我们现在还有人这样说，我们彰化保联拿人家这个钱，没有认股吗？我们还听到家属说我们跟人家拿钱，说没有啊，只是填写立院书而已啊，就只是填写立院书，你要不要买这样子？以后要不要买再说。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完蛋了，啊，这个好多万呢，好可怜啊！哎，200公顷算一坪，你看几好多股哎，那么多钱，那好可怜。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我们台湾人对环境信托应该还不懂，很难很难很难。我那时候不看好，我想说可能要1年以上、2年以上才有可能把这个卖掉。我其实1年2年还是我觉得比较乐观的，结果很快退出来，不到2个月。认股就全数完毕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其实要感谢某个人。好，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后续想说那退第二波，其实第一波就很成功了啦。啊，第二波就很慢，因为就想说第一波就成功，后面慢慢来。好，可是那时候我们做的环境信托，然后他买一门小小的浊水溪口的湿地这样子，对。那天那个医院出钱。认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没想到那么快嘛，速度真的很快，其实2个月就填满了，因为我想的差好多。然后我就去把这些立约书全部印出来，印很长很长哦，印出来，然后去总统府前面开记者会，就是大家都想要买八海豚，可能拿不到。那有八海豚，我们办了很多个活动，就是签了守护海岸，在2009。那这个国光石化基地是在这条路的左边，就是要填海造路，现在看。还好他没填掉，因为这边有海牛车，就是五家啊出海的牛车，不是在田里面的。它是全台湾有用牛车出海，就只有这个地方。现在那边只剩下13台牛车。上个月列有彰化的文化资产。那其实我们在针对这个湿地的时候，把牛车还有把海豚等等，我们都觉得它是具有世界遗产的价值的一个湿地，所以我们一直把它往国际湿地来推动。那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啦，因为在国家湿地在推荐的时候，国光石化还没进来，那时候我们就去申请啦。那我记得在那时候申评鉴国家湿地有76处还是79处，彰化的海岸就这块湿地是第一名哦，第一名是比台南看太平坪路的7股市场还要高哦。它这两个地方是全台湾现在的国际重要湿地，就是市场跟7股。那彰化那时候是第一名。就是它是国际湿地啊，但是因为彰化的县长，那时候县长叫卓国远，他就开发派的，然后他就那时候就国家湿地委员来现刊，卓国远还去动员那些渔民来说，别再画设哎，你敢画设哈，湿地一画设，你渔民就没办法在那边工作，他就骗那些在地的渔民，然后结果到现在他们要去推动湿地画设。民众就印象很深刻啊，就一直在谣传说啊，你划设国家湿地的话，渔民就会影响到生计，你完全不能就投海，你知道吗？那个，好、哦，真的，造谣技术真的是挺厉害的，对。好，啊，这是我们这看出来什么东西吗？八海豚号 ，SOS 好，这是用雨伞用的，好困难哦，用八海豚撑出，不容易呢，真的很难，很不容易。某个角度有点像海豚，我有拍到某个角度像的，某个角度也有不像的，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也没想到，真的那一天会有这么多人来。然后我那天印象也很深刻啊，那天我们想说，哇，这个很有画面耶，万能撑千人撑出一个海豚的形状，还有这样子，很有画面啊。这个记者应该很爱来拍才对啊。我跟你们讲，我很失望，那天一个记者都没有来。一个记者都没有来哦，然后因为那时候要选举，然后县长又很想要大力的推动国光石化，我要简单讲是说，地方的新闻被政府绑住了，啊后来网络上很多的疯狂的照片，然后当天我记得当天晚上就累死人了，然后到晚上5、6点听到媒体说，你们可不可以提供当天的画面给我，我们要电视播放。然后才开始在弄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很困难，这个很有画面啊。可是我们在当天办的时候，因为其他新闻不够时间，应该不要，应该不要会有。就是你知道吗？其实会很失望，说我们办的那么大，居然记者就被绑住了，不然你看媒体被绑住了。
心血，这一场很贵，这雨伞100块要的，你看一千支要多少钱？对吧？啊、还好是某个医生赞助我的，他就决定要做，这钱我付，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做投入要花很多钱，然后还要号召这么多人，其实不容易，要花很多时间去搞这个。真的那天真的好失望，一个记者都没来，一个都没来。还好有出来，那电视也播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效益影响也很大。好，那后来有个团体就建议我们是不是来办八眼路跑赛，因为台南有办黑面琵鹭路跑赛，就是要凸显黑面琵鹭。那时候办黑面琵鹭是因为要滨南工业区反对那个地方，那他们建议我们是来办那个八眼路跑赛。第一次办就1000人，超过1000人以上，我们办小孩子跟大人就超过1000人以上。那时候发现说。哎，办白什么活动，随便号召都超过1000人，很容易，很容易。好，那我们第一次办白什么活动，好。那我在想说，对我昨天真的太晚做早到，11点多才回到家。好，然后我就没时间再把它整理，因为早上一大早就出来，很抱歉，就跳来跳去。然后这是国光石化他们的例子，就是开发里面书里面提到的作用。用那个集雨器，这边放集雨器啊，那白海豚可以哦。就是白海豚从这边走过来，我们不是说买回廊道吗？他们说我们用集雨器啊，那白海豚过来之后，哎，有听到声音啊，这有鱼啊，那就会跑过来。啊，这边也是啊，就有听到声音，然后闹路。这个是周连霄老师他们去弄出来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严重。你怎么可以讲出那种话？然后还好那时候找了香港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哎，之外香港的博士还在做，那个洪家耀博士特别请他来台湾，坐飞机来台湾，因为他是法海豚专家，香港的法海豚专家，我请他来讲，是不是有可能法海豚会因为集体的关系然后绕路吗？不可能的代志，就直接打破，不可能是，大家知道那个水族箱不可能去训练，海边怎么可能让你训练，野性这么大的东西更不可能。他就直接打破周连霄的话，然后来周连霄就不太敢这个白海豚会装，不是讲他不是讲白海豚啊，就是说白海豚会听他的话，对不对？那其实也因为香港的那个学者吧，其实周连霄不太敢讲有关用行为训练去改变他的路径，那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对于你们还知道吗？我并不是讲白海豚会转弯吗？这句话其实是有原因，他因为真的那个学者讲的嘛。然后白海豚会转弯，可是我跟你讲，也因为白海豚会转弯，我听到我朋友啊，就跟我说，我对你口音不消哎，就很毒啦、啊，对不对？就我没想到那个白海豚会转弯这个效应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然后所以我在想，也因为吴东一讲白海豚会转弯，所以我们的肋骨在2个月之内全错乱，他真的很厉害，他真的帮了白海豚。他现在就说他没有讲过这句话，你们知道吗？我对应后来讲说，我没有讲过白海豚会转弯啊，有听过吗？他后来又自己的，对，他又讲过我没有。好，就是好吧，就是这样。好。再就是噪音啊。那时候国光石化他们有讲说，他们会很多个还没设封装的时候，会很多个方式来，会影响白海豚。然后说如果看到白海豚的话，我们就请施工的人，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们自己想哦，我是工作人员，你们会这样做吗？对不对？很夸张的事，就是你们大家去想象，就是骗人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想象，怎么可能说，哎，我不要，就能够避开，就说我没看到就不要看到，对不对？都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怎么可能让工程停下来？而且多一天就是损失最多的啦，业者不可能让他有损失这么多，可是他就书上跟你这样讲啊，可是有些人就很头脑不是很好的，就觉得，哎，你一样可以这样做啊。这是在我环评书里面的。好，然后他们也说他们会做水下的麦克风的监听，这个我觉得，我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排豚出来？对啊，然后他也可以用小声一点，就是很多方式你来规避他的各种行为都可以的。我不是故意讲业者的坏话，但是，对，我们遇到很多就是业者真的很夸张，像我们。等一下，我喝一口水一下。好，像讲脏话的电路废水，因为刚好是
有机会去看到投影片，是督察对着给我们看，他去做电路废水，为什么那么难查？为什么彰化县政府的环保局一直都没办法把那个电路污水乱排放这件事没办法破案？我们去看才知道，如果是我们应该没办法破案。我刚只是讲说，只是监测说废水什么时候排出来，因为他们固定时间就会偷排废水，那只是很简单。他说更困难的是，一个工厂的电镀厂要设工厂之前，他已经把这个工厂的各种可能要排放废水的做坏事的点都布设好了。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了他们的投影片给我们看，有一家工厂至少5种排放废水板的管线不一样哦，拉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有个是比较夸张，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有业者啊，有的业者是会随身携带遥控器，你要来查气对不对？啊，废水就是要符合的标准，浓度越低越好嘛。啊，我这浓度太高的时候怎么办？稀释，稀释要什么方式？水，对，遥控器吸了，稀释了，没问题啊。他说那业者能够达到不要花钱去污染者。污染处理污染，对，都尽量都尽量不要。我真的看到很夸张，一个工厂居然有5个版本，废水排放的版本，我就觉得你真的太夸张了，只是电镀废水哦，很夸张。我看他们还把那个敲出来那个水管埋放方式，然后我就开始想，也因为这个刺激，我才对业者，然后做过坏事，你就会更多的可能性更多了。你只要想得到，他可都可以做。你就想象如果在海边。我是国光石化，我要开发，我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谈，我没看到我都可以这样做啊，因为它会涉及到它未来的成本，投资成本。好，那是国光石化，国光石化后来那个海豚会转弯，我就觉得我们看网络上会看很多人，就是画了很多海豚会转弯的照片，那个图片很好笑，然后就海王子啊、猫咪啊，很好玩，就是你就那时候看到很多的那种讽刺的照片。然后这个效应，把你会转换的效应，我印象中至少超过2个月以上。我自己印象中就是，吴杜一讲这句话，效应延长很久很久很久。所以我就觉得国光石化会策划，其实跟他有很大的帮助，他真的是很大的帮助。好，那后来真的是世界地球，就国光石化真的宣布策划了，他真的是宣布策划。我印象那时候，我跟那个主席啊，就是国光审查的师。那个审查会的主席很好，你不是说他当什么？你那时候我去年还跟我讲说，我跟他怎样很好笑，讲本职很好笑。那个国光石化的主席，其实到后面他其实已经良心发现了，因为他其实会找那个很会讲话的人当主持，其实是有用意的。你要注意想，文鲁宾他不是他们那一届当环评委员嘛，但那一届而已，其他都没有，后面都没有环保团体出现。没有，本来想要问他，我要不要去当环评委员？因为新的这一届有打算要找郑居龙，然后我在想，要需要那个花时间去做环评委员吗？我问他，我现在来问他，对，好，我讲这个环评委员其实是可以操作，很好操作的。然后那时候，其实主席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他其实良心也很挣扎，因为他看一看很多资料，我光说就不应该开发，可是他那一天还是不敢，就那一天42还在环评，然后他还是不敢讲说答案是什么。他那天的结论是说两岸并存，要不要开发？不要开发，就是送大会决议。他是讲这种话，其实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对，啊，我是要讲这部分啊。国光石化为什么撤案？除了刚刚讲吴杜一那个事件，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效应。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八八风灾，因为小林村不是聂村嘛，小林村里割了，反正几句话啊，因为他靠近浊水溪。那一次八八风灾，浊水溪口出海口的淤沙量很高，你要不要猜看看？多少？高度？淤沙量不是，落水溪水的山，这里落水溪口，那业者就不敢在那边，所以，但是不是不敢在那边，他就往北移啊，他就往北移，就从本来大城跑到芳苑跟大城。想看看小林村是大雨量，彰化还好啊。好，大家想不出来，我讲答案：5公尺以上，2层楼高，在出海口。对，啊，所以那个沙子淤沙量很高很高很高。那也因为这样子，那时候那种董事长惊到，你知道？
就八八风灾过后不到两个礼拜，应该是不到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他就马上说我要北移，他就往到北，正好到大城跟方院，他刚好方院，哎，大城几乎没有什么渔民啊，不要超，可能不到5%吧。那大概那个方面大概80%都是渔民，就沿海地区。啊，所以那王宫这方面这个地方也在王宫，王宫很早就有抗争的经验，然后还有中科四期的开发，所以他们那边相对的，因为国光石化过来就很好抗议。其实他们很想说很早就要抗议国光石化，但是因为都在大城，他们不知道怎么下手。然后刚好这次北移之后，他们就很好处理了，因为直接影响到关系，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权益。啊，所以因为北移之后，这是很大的因素。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因素也是青年等在参与党国光石化，这是很大的运动。之前看那个青年在参与环境议题很少很少很少，几乎微乎其微。国光石化是很大的一个青年串联的一个机会。那后来不是太阳光嘛？那其实我觉得国光石化会成功，青年学子一个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啊。但是这样，白海豚一定是它的主因嘛？没有白海豚，国光石化也不会撤吧？因为我们自己在想哈，如果国光石化设在那边，我们那时候不是用白海豚的议题来讲的话，不可能哦，很难哦。你说用大勺鱼都可以了，用螃蟹都可以了，用黑膏它都可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用对这个主角，刚好那时候国光那个白海豚的议题出来。然后我们在想用白海豚，结果刚好一体是用对的，就是物种刚好选对了，所以也是哎呀，白海豚救了自己，也救了我们。好，这个白海豚再回顾一下，就是它2002年才正式有做调查200只，那2008年是确认它是一个濒危绝种的一个等级，那台湾是一级保育类，那2015年是确定它是一个特有种，所以它是台湾白海豚，就是，但是你要看，我要讲哈。2015年确定它成为特有种的族群。你看，2002年是200只，2015年我们用周联乡的资料好了，林务局委托他的资料，知道60只而已。而且我们看到的资料是2012年之后没有繁殖记录，然后2012到最近这几年平均死亡一年大概4只，平均数量消失的数量4只。就是它的数量是很快速的在下降，然后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族群到某个点，它是会更快速的下来。所以我自己在想，现在是60只哎，还有几年可以用？5年，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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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所以它以现在处境来看，我们现在看海岸的状况，以这样子这么糟糕的状况，政府没有更多的积极作为，然后又还是陆续开发，白海豚一定会灭绝。然后只是说会快速灭绝还是慢慢灭绝的，那我自己觉得会快速灭绝的，会越来越快速了。然后60只其实很难，真的很难的啦。然后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在想说10年内，然后后来我听那个在讲说7年内，说王玉超吗？好像讲说7年内会灭绝。那我最近都把我自己本来预期的10年缩了5年了。啊，这个重复的还行。好，那我接下来讲彰化海岸的特性。彰化海岸就是大概从大肚溪到大浊水溪，然后这边有六轻，然后这边有台中港，在台中工业区。那另外一个就是彰滨工业区沿海造陆的，然后这个是两职专业区围起来，本来是潮现带，变成两职专业区。那简单讲，北彰化有台中电厂、彰滨。污染很严重，南彰化就是台塑六轻，剩下是这一片，它可以期待利用白海豚最大的渔业资源，就在这个浊水溪口的南岸。那这个溪口是我们希望它这个地方能够划设为国家重要湿地，就是那时候国光石化，我们希望说大家买地，然后变成国家重要湿地。那现在其实从国光石化撤案到现在，彰化县政府还不敢划设，还不敢。那还有一个就是白海豚重要栖息地。2011年撤案之后，农委会就想要说努力，我们环保团体就是推说一定要赶快划设重要栖息地嘛。到现在还没划设。那下礼拜要在澎湖，下礼拜要在四湖召开重要栖息，白海豚重要栖息地的说明会，在云林的四湖。那云林也是不想要划设啊，
他们彰化的渔民的说法跟渔民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说：“我画了八海，你就要栖息地，三海里啊，就要不要？你说这三海里本来就不能拖网嘛？啊，我们就想说，哎，不是都一样吗？三海里不能拖网，那就画设啊。结果那个放流刺网渔民非常反对，是拖网的不反对，因为他三海里本来就不要拖网，就不能拖网。那放流刺网渔民非常反对，他说，如果三海里流放就禁止流刺网的话，啊，我画设我必须禁止怎么办？”他们很怕，就是禁止使用流刺网，所以反对画设，把一种重要栖息地到现在还没画设。啊，这个是西部沿海的渔民差不多都想到自己。好，那我们觉得对白海豚最重要的，你拖网跟流刺网如果在三海里全部禁止的话，才有办法抓海豚，最少啊，就是族群的直接消失会更直接。那其他污染还可以慢慢处理，那。我那天跟农委会的那个讲电话，我跟他说，啊，三海里，可是我们想要追马流刺网，你禁掉了。他说，哇，那这样子白海豚就不用玩。就是我们要求，如果是流刺网先禁止在三海里的话，白海豚就更难追，就不用画啦，因为你们就反对嘛，就是他们是希望三海里能够持续的维持，一直在流刺网这样子。啊，这是潮间带，这个潮间带很大很大，很远，所以要有山交通。